好、哦，大桌的呢？刚刚因为某滴出了问题哦，好抠。对，我们才搞了这么久，不过没关系，第二场已经开始了。我们这个越南虫王要对上 Beastoke， 在第五右下方是蓝色的神族选手 Beastoke。好，在第五左上方则是红色的虫族选手越南虫王 Mumoka。感觉挺猛的。来看一下，早早过来侦查，太吵了吧？我觉得 party 那个比较吵哎、我应该会接下来就都学 party 那个开局。你想试试看是不是？因为我都不侦查啦、啊。想试试看那个开局到底 有什么？因为我都不侦查啦、啊。你知道吗？不侦查，你会多大概100块嘛？那100块你可以做一些事情，像如果是黑石的话，他的做法就是可能把它拿来变成一个护盾充能器。嗯，对啊。然后像那个爬定刚那个方式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科学的。哎、欸，好，哟、哦，给了一个 VC， 这个 VC 也还是位置，他在干嘛？他是放引刀吧？好。这个感觉应该是要引刀、哦，挖包没有意思吧？都盖了吗？好了。哎呀，结果是教室，教室攻速。刚刚是说教速吗？教室攻速，简称教速。哎呦，合不合理？哎呦，非常合理，教速一波。嗯，哎、欸，这样很省事哎、欸。以后你要用教室攻速一波，你知道说教速一波就好，大家就懂了。可是不是只有每个人都懂，你像只有你才听得懂啊。不会啦，久了他们就听得懂，就像裸酸嘛，一开始也没有这个词啊。也是啊。对，还不是那个收贝在那边讲裸酸，我们大家才跟着裸酸。也是。对，所以你就从你开始发起教术。好，以后我看到就说教术一波，我会帮解释，好不好？如果是我跟你播，我会帮解释。好，教术一波就是教室攻速一波。对，教术一波。那这样方便多了。嗯，好，这边是下螺旋塔。哎，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教术进去的时候，应该是有机会扎到东西，而且还可以看到螺旋塔。我觉得我自己看起来，我是觉得瘦哥现在开大了，因为他第一波进去的时候，其实你看到吗？因为他是直接冲龙塔，那只有狗而已，这是能干嘛？来，我跟你讲，这边你开始扛不住了。裸奔飞糖是有点拼了。哎、欸，他在等呢、欸。他等那个、啊。够了啦。然后去看三矿，发现哎、欸，奇怪，三矿怎么没东西？这狗应该抓不了。两根地刺，哎呦，这已经晚了哦，这已经结束了，这结束了吧？还看到龙塔、欸，我的天！你卡一个，你要怎么打、啊？哎、欸，看他怎么做，要不要赶快下 VC？ 他有感觉吗？完蛋，那他摆下。他是木干的、哦，他下了两个 BS，
哇，我觉得没有赚到多少哎、欸。哇，这样子 Beast Talker 是要下去了，其实也不一定啦，因为他很早就发现龙爬。对。好，被用出来了。我方攻城受到攻击。目前持平。看一下哦，这样算持平吗？我觉得是双方战局吗？我觉得是神族优势哎。啊，因为那个飞糖赚不到东西啊，可是。神族也没科技啊，对，他这个也，等下森林系也太森林系了吧？你把 VR、VC 都放外面，然后原本是要打一波的哦，不想让你这样侦查到，就他外面建筑物全掉了。我是觉得，其实也不好说哎、欸，因为他这个升了空军一攻等等，应该是要继续出空军的，只是他可能是要看飞糖过去又看到是有没有螺旋他。他是要看到2VS 吧，真的应该会出那個。哦，巨像飞糖，哎呦，他有不是吗？非常硬刚那个那个凤凰，他非常快送光了哎，我的天！天，到了点。这个第一。我想不到这个什么强的，这是不是如果遇到那种就是他不是打这种教室的话，他非常就可以闹的东西？这个是如果对方是一般的，比如说像刚爬梯那种，那非常出来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对空，嗯，对吧、啊？天哪！而且现在裸非常的人很少，大部分会拆，可能会拆虫洞啊，或是、通常都会拆虫洞居多啦。对，几乎啦。就是你如果没三矿的话，就是他一个裸飞糖，感觉飞糖也是，因为两矿速飞糖其实是有点拼的、欸，打神族、啊。当然，是有点运气的。嗯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要，我们主要就是要看越南虫王有什么战术哦、喔，啊。第一场先裸飞糖。虫族还有什么特别的、啊？第二场就是什么？他其实是很喜欢打赤蛇的选手、欸，嗯，对啊，他，但是刚那场没有用到，不知道他第二场会不会用以赤蛇为主的战术，双矿速赤蛇，对啊，类似那种东西。嗯、但 Beast Talk 的风格也很明显啦，就是他肯定是很有可能会有一波，对。好，第二场开始了。地图是新生冲突点哦、喔。这张地图适合吗？我想想啊。都赤蛇啊？对啊。哎，还可以吧？好像还可以哦。好，比赛开始了，在地图左下方是红色的冲突选手喵喵卡越南虫王。好，在例如右上方呢，则是那只香港的神族选手 Beast Talk。应该是边营探路。嗯。然后兵探路，然后这边探测机出去了，哦，这边17D，我觉得他是要虫洞哎、欸，你什么？你是看到什么觉得他要虫洞？因为他17D，17D 17D 就是想虫洞吗？17D 虫洞很快啊，嗯，只是他要那个啦，只是他要瓦斯先。才会快、嗯，啊！如果没有先瓦斯，是先开二框，那这样的话比裸霜还要更慢。你看先瓦斯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这正常时间，正常的啦。
你说的先瓦斯应该是先放瓦斯以后才放那个狗吃瓦斯一起放的那种，然后才开二光。这样的话看起来比较重，这样的话应该是先出六条狗，然后去绕过那个绕过去。哎、欸，工兵杀就已经到你家看到哈，这样只会出两条狗了。对啊，因为有侦查。但这样的话，神族就有一些压力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虫族的会不会持续爆狗。蟑螂，蟑螂，蟑螂。有、哎。让繁殖场。要被看到，要被看到。我觉得别人可以一定是知道说这个家伙很会搞、哦，然后他直接多看几下。哎、欸，怎么又绕出去了？你的探测机受到攻击。哇，他这样没看到哎、欸。哇，没看到。他这样的话应该是想要用那个教室来看的。嗯。BS。这样危险，蛮危险的哦。哇，这边比特我完全都不知道，教室还是出去，他这应该在路上就遇到蟑螂了吧？哎、欸，他也特别绕，要求哇，好，这样走过去了。他那个 VS 出什么了？他如果出虚空，哎呀呀呀呀，看到蟑螂了。我觉得看到其实是可以出虚空的啊，你怎么看？如果是打那个一般蟑螂要出虚空，如果是打巨人说要出那个先知，先知，对，那他这边选择是对的，对，要出虚空哦。他刚一开始先按那个先知，后来把它取消。对啊，他是出三只蟑螂以后，然后就开始运营，真是。然后这边 Bistock 已经吓死宝宝了，对，三只变九尾虫，然后直接去门口蹭。然后这时候全力家里全力偷鸡，农民补得很狠哦。啊，目前这个 Bistock 我是觉得完全没亏啊。嗯，他虽然人口落后，但是。但这个局势对他来说并不是坏事。对。啊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打出原本想要打的东西。我看到那个米莫卡这个开局，还以为是打人类，你知道吗？打人类也可以啊。嗯。只要虫族那种蟑螂狗一波打神族很强，虫族这样打。啊！如果那个蟑螂爆出来，然后神族没发现，后面爆狗就超级强。嗯，因为这个时候的神族只会有一只先知加上两只教士，什么都没有。奇怪，哦，先知侧面，嗯。杀爆啦！七。八了，完了，这只虚空无敌的，难怪要 A 掉啊，蛮赚的。好，后续下了 VC BG， 这一波刷好杀了九农，啊，还不错。他这个 VC， 这我看不出来他是要那个叫。教室攻速还是提速跑？因为他这个看起来像是要投白球，你知道很像哎、欸。好，是白球没错。那这样的话，他应该是会提速狂，然后等等到脸上，对，大量狂暗示加白球直接 A 一波，这应该是等等的剧情发展。你说四分钟后的世界吗？没那么久了，大概两分钟后，两分钟。两分钟不到，他就会刷出一堆狂暗示加白球，然后就打一波。我这边爆了好多狗，
对啊，假装开山洞。这一波，这一刀已经是必出无疑了。好、啊，白球，哎、欸，有看到吗？狗有看到吗？狗好像没看到、欸，哎、欸，狗没看到刷兵、欸，哎，你这样挂了。他、啊、只有一堆狗，没有赤蛇，不是没有蟑螂。他、啊、如果只有狗没有蟑螂，是打不赢这白球。对，太会了。越南冲哦！哦，有结尾兽，好，三只，三只，这个算我算是这样界外球了。啊，是，拜拜。白球打狗。这个没有蟑螂打白球，完全是不太可能的。啊！要死！这个，哎呀，他怎么后续还在刷狗啊？其实我觉得，其实刚刚那样 A 到脸上是真的已经没救了。但是，真的如果要弥补的话，我觉得出狗真的没有用。他应该是要刷蟑螂，他有蟑螂很惨嘛，他应该要刷蟑螂才比较有机会守住这一波。他刷狗那些都是去送狗，反而是跟白球玩爆你的那个异化虫，而且异化虫的那个攻防都还没好。没错哦。完了、啊，哦，怎么感觉好像一面倒啊？对啊，这个那个 Bistock 打的就比较，也是打得很侵略吧？对，其实我觉得可能有点相克，因为其实像米莫卡，应该他想要打的是那种很运营型的，有吗？不，我说他想要打的对手是很运营型的。哦，这样他可能比较习惯打那种套路正常的吧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反而像这个比索他也是喜欢打两空一波为主的，或前期侵略的，然后反而让他拳脚不好发挥。对啊，好，那这边恭喜比斯托克2-0哦，击败了米莫卡。那下一轮他就要对战这个帕汀哦。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吧，精彩比赛不要赶快马上回来。